好，那在这边呢，今天是我们眷村年货大街，那也快过年了，我们也请两位球星，好来跟我们现场年货大街的民众，还有我们现场正在棒球的球迷哦，来讲几句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同一师队的潘武雄，然后今年是2014嘛，然后是马年，祝大家马年行大运，然后今年的年货大街。年货大街，祝大家可以满载而归，然后买很多东西回去，然后可以好过年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来，接下来邀请到陈鸡。大家好，我是统一 Seven Eleven 吃的陈鸿基。那在这边站在这边都闻到那个很香的味道。那祝大家今天能够买得开心，吃得开心。那新年快乐，谢谢。那2月15号在台南市立棒球场。即将要来举行的是统一 Seven Eleven 师的一年一度的有你真好同乐会，在全省的 Seven Eleven iPhone 系统已经开始进行预售喽。那目前购票的人数已经将近千位了，欢迎大家一同来到我们台南棒球场，在2月15号星期六的下午，一起来度过有你真好同乐会，来享受在台南棒球场一起跟球员玩乐的一个难得机会哈。再次谢谢大家，1、2、3。Yay!